你能不要老拿一个浴巾站到我旁边？你会让我感觉我是来搓澡的。我自己来。 吃个便饭，至于这么隆重吗？陆总，您不是普通的客人，您是来我家吃饭最有钱的客人。今天为您准备了58块钱的红酒跟白开水，您选哪一个？不必了，一会儿有人来给我送酒。我的酒，谢谢。 谢谢。你好。我就欣赏你这样有品味的客人。醒着。好。今日头盘，蟹粉海胆，鱼子酱。 Bangsan laksu. ，两位是一共1320，嗯，我算你。哎，等一下，各付各的。结账时候中文说挺溜的。来，原来二位是品种。本来是想请你吃饭的。 也吃了，面也见了，我们俩的缘分就到此结束了。从此以后，请你不要再用任何的理由约我出来。你一个司机啊，挣钱也挺不容易的。省着点花。陆总，你听我跟您细算啊，今天咱这个饭500元，市场行情服务费20%，收您600。之所以贵呢？ 是因为您的酒贵，酒是我自己带的，开瓶费20%行价，
所以您今天总共消费了2600块。看到咱俩相处了这么融洽的份上，我就给你抹个零，就算2000，可吗？2600吧。欢迎下次光临，谢谢。一路顺风，注意安全，拜拜。往左邻，哎，关门，谢谢。